今仔日一天拢会足疲倦，啊，暗时，吼，伊下班就来透暑，是透暑，妈妈晚安，就你有一个很好的吼，他讲吼，会睡安尼。因早起吼，就是有因妈妈在做饭，就晚早起去甲妈妈做，伊讲，足自然的，因厝里就是要做规个嘛。妈妈早安，伊就讲吼，啊，就你有一个吼足好的，伊就讲吼一天。啊，足自然的，啊，迄两个唔捌做是安尼，所以讲吼，迄就是讲伫咱斗中吼，遮好的文化，无法讲吼，我著伫车顶啊，迄个啥的，林先生分享，讲咱吼，咱即个台湾人较无啦，嘛迄个讲吼，大陆吼有啦，有安尼做，因为过年一拜年就拢有安尼做吼，迄个，所以咱伫迄个讲迄个啥的，斗中好的。你日常生活当中，我跟他分享一个，就是我孙仔。我孙仔伊就是真好，我是真长样，伊就是吼，所以讲囡仔若坐来道场嘛吼，伊先就坐来道场。你讲吼，伊伫道场是咱咧红毛巾甲茶，咱会感觉讲无，感觉讲足自然的啊，滴毛巾甲茶尔，咱会感觉真自然。结果呢，伊吼，伊就伊是迄个从事教育的，啊，所以呢，嘉义县吼，那是吼。过年都会过春酒，啊，迄老师吼，就是讲吼，迄教育界吼，拢会讲吼，所有的老师也预备过春酒，啊，阮这个配音吼，伊吼有迄个超值能力，所以拢邀请伊吼去做主持人。迄个伊改吼去的时阵吼，甚至讲会场，啊，好，迄个馆长甲市长来啊，啊，不过呢，啊，袂老师拢还袂入来时阵呢，伊就讲啊，就还袂来吼，结果伊改用毛巾啊吼，甲这个杯啊。看你吼吼，从颜色上你坐伫遐，你是馆长还是市长啊？吼，坐伫遐，啊，我甲你递毛巾。结果迄个市长，在市长馆长，我阿公问伊，讲，那我这個老师吼，叫你那很特别呐、啊？你是哪一个单位的老师？那你叫你那特别，哦，这么好啊！啊，你现在是在德隆个。结果后伊这个印象真好吼，每一年每一年开始，每一年就是要邀请阿伊去做迄个操持，做迄、那个吼，迄个啥？迄个讲吼，喝春酒的主持人，伊先迄个是讲无文化，啊像咱遮就是，你甲咱讲就是讲，咱内底就是讲无形中就是要做咱迄个抗高甲五万之心呐，咱内底内吼慢慢啊降服下来。如果咱是一个吼，恁很多的人，咱内底太多很傲慢啦吼，安尼讲吼，控制感不够吼。讲如果你的才华吼，亲像哈周公之力，就是讲像周公遐那有才华，遐那哦足好诶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来请标且人，就是讲足标哦，哪奈拢不足一关，就是从六十度按谈同你个标无心，安尼了后，佮安怎公公何如变？虽然你有足大诶功力。如果你爱改，所以讲改变的，安尼你的福报会搁变得吼，功德变得搁较济，安尼记着叫做积德吼。即嘛来，所以讲咱袂使吼有自上的布施啦吼。比如讲，我今仔日布施一百块，啊，不过我头壳个咱也想讲吼，我布施一百块咧，安尼袂一百块，迄真多。我配一百块，伊即时会当用一百块的福报回报你。如果你布施一百块，你是无自上布施，就亲像《金刚经》讲：“无作色声香味触法布施，无住叫做妙明无住的慧。”那安尼，你功德亲像啥天空安尼？因为你无自上布施，你的福报你的福报是无量无边。但是你若有执着，就是你一百块。